团的成员 Winter 近日身体健康出状况，引发粉丝们担忧。据韩媒报道， Winter 于11日在首尔知名医院进行了气胸手术。随后，他的所属经纪公司 SM 娱乐证实了消息，透露 Winter 接受了该手术，目前正在康复中。公司也表示，气胸是容易复发的疾病，因此按照医疗人员的建议，采取了预防措施，并在充分的商议后做出了动手术的决定。未来行程将以 Winter 的恢复状况为优先，因为 aespa 将在5月回归，6月展开第二次世界巡回，让外界相当关心 Winter 是否会参与行程。不过气胸手术后通常需要住院2到3天，而完全恢复则需要1-2个月。虽然还需要观察 Winter 的恢复状况，但后续行程预计能按照计划进行。